신의 한 만이 더 없다 하자. 미래야, 跟着起来，快跟着起来。看，那个水没去打开渠道，你要给罗子拉上，也别下去过。 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姨过去的。阿姨，他问过来。对面。啊，他问的人俺小家子，谁能够生俺小家子过来？我在站我就把他电话接的电话让着嘛着。其实那亲属，可还是没喊我们去。哎呀，哎呀，等俺先的饭着，赶紧等着，等俺给我办几个，还得要么。 好，我过来的嘛，是赶快去这个十里沟那重庆的街子的，过来。好，江总。江总。生意，啊，我这个生意可以。上班后可重大进步了，晓得。上班后。 叫啥啥去？你这家都得出门查检疫了。俺着哪嘛的呀？家没事的，叫给俺罗一多少去过？俺着哪嘛的呀？
啊，给摇摇起来。那给你带人看咱参观那的秋香去呢。哎，他中巴那么美丽的天呢，七夕你咋记得了他？行，再说，那给你。去送一个。那今天早上你们开车去送个的，你们爱人爱你送送的，第二天就去买的。大姐，嗯，从早来接给车给到这个。进去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么点点歌。你阿妈家地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从你妈生菜的都拿，这钱就不够拿好了。等你这单子得有，有点，黑龙江那老板这里的单拿了头的嘞，咱你妈七八年个，干嘛分着了单着头存的了他，都出卡了地说的记录没得。我说他真就行了他。他，哦，肉肉人同步，家人同步，等你蹲了上去，
tendao bu tendao kan dam la chi to be we jan tin tik sa ri se men da na so jin ro de to chul ke me jo kare na da nga so po ge xie se la ti na che lo da ri so do te ma ba gan che wa de ro so no ja na sa go ke sa le ma jo xie to o da le de o ya da che ge ro ya mo ma de pa da da nga do go Акор чичэцэго чо ромбо чэвтэ ро лон чэвтэ чо мэнтэнэл марэсэ кор чо ромбо чэвтэ нга ропа цомаг рэт чэр маш чэвтэ тэ ламатэ ди чэшитэ ламатэ ни о чэвтэ чэнсас
我也。哎，卡扎姆，他到底是哪路走的？这个。 小胖，你开完会了吗？何少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到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 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车停回来了，在马内顿那里。什么？快点走吧。你绕路了，等于绿龙、长龙、白龙、白龙，等得要。白龙等在啥里？长龙、绿龙、白龙上面摆的啥呀？我给他中央过去走的。 怎么回事？昨天去埋丧尸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 在那天，旺堆骑车回村，跟我们去德基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死了三个，死了个，全死啊！你叫人家你干啥装备准备的？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八九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光彩车也没用，咱们先去找王堆，看他怎么说。走吧。哎，王队，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你什么意思？你的亲弟死了呀？
什么意思啊？干啥？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就去吧。夏措，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牧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他比较熟。哎。看着我听吧。哦，给你们扎些的那件肉体。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你是光着掉下去的，这些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里人丢的衣服。巴桑夫人，出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给不快点可爱有的重在那里明显下死给罗马用的可是说的快点。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哎呀呀呀，杨木啊，给好嘞好嘞。不开的嘞，他这么一劲儿搞，真是真好夹的是。哎呀，我天，真的。哎呦！大概迪士尼了，主席。我的迪士尼去。不过前途还行呐，
我一个，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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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Gerçekten. Şimdi söyle ki ne hakkımızın ne? Bugün ni maddiyle devam edin de ki tanıya mındır. Yani ki cendak topa sayınsa da ne kadar bir şey. Hümin yemcü dince ki dince çin var bu. Ta kanca bandan üstüme. Doğun lo zor dike zemce. Nim de hala sağ sıkı. Doğun yan rağın ni tıp çizce derece. 啥人要装扮成这个呢？都跟枪杆满中间的干嘛嘞？ 我做了这个可别做呢，地基拖下去要嘛的。红队，那弟弟妈弟弟地基了啊，我到桌子上给你一下。马上引进面积排位前的小楼了。是呀。喂。可是你妈啷个？俺到地基住面了，他到地基嘛大。那地基搞起是啥门吧？谢谢，谢谢了嘞。王姐，你知道？地基是你叫哪个俺娘舅？ 这个手机三十，爹，你怎么搞这么多？你别吃亏，多多啊姐，你怎么是多？啊姐，他这个新闻我当都的，出门都跟着新闻广播，哎，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来，走走走，走走走，喂，看他爹说的真是些嘛对的？来，是够的，我，你俺这里有多少多？ 亲爱的，王子，他让来的几年没了啊，让给这，让给别家那些人听见，他娃子那边挺高调的，没心眼，但这做爹的，俺也说的，来，他爸搞过来多啊，俺都儿子，让妹子去来的，来的去这点点呗，来的去吧，考虑啊。 没事呢，俺提出嘛，提出没办法了。啊？你妈哪样？俺很多吧。俺普通的，这个。俺普通的。嗯。真的没了的，送我去这超级的，让普通家哎。喂，兄弟们，爷爷，爹去的呀，爹去的。俺个老早了吧？俺个爹去。 去！没事呢，俺单独说话简单点，俺玩儿车的，没车的。俺叔叔阿姐也送这就车的嘛，没车过来都让着，好好说。兄弟，瞧地基来，我心毛得过。这把个地基可都怎么整的？地基个价钱要交的，交起个，交多少口钱少的？你想我呢？ 地基是给连妈他们同不许走的，那真是真相。他们让我妈的，厂内让俺的想法的，俺还是那顶出去。走吧，哎，大叔，投资加对了，就可把你说。谢谢。
送你一记米记。董子阳，给我回来的货。这三年能够给你添把钱，干这摊子，给爸爸去接。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谢谢哥，来姐妹们敬哥一个，杨哥，谢谢谢谢。哎，你怎么了？来。差不多用的噻，没事。从村那里，从草都，从都菜呢，俺可都老种呢。嗯，俺种呢。要么就做么就做这样啊，做这样啊，我满意。要个要不要？我种了那个地主油，但你叫人家啰嗦。对，俺你地主可都是着。我这东西就可不得。我呀，跟俺呀难生着。对，三八三八两个。对。我呀，得，你要等个。快走。呀。回来了，哎，坐吧。哦，我不坐。关于低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你给我设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6个8。6个8。哎，好的。八老板，这就是摄像。哦，我看。哦，这个像素不错。光吧。八老板。哎。村里低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了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吗？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六，加强作风建设，官僚主义。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三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低保户。这些低保户呢，我去通知。啊，这没关系，我们可以通知。我去。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先回家一趟。啊，好。
야, 사마지 소개해요. 我来了，你看。哎，你们管听着马季我擦。是我在叫，就跟咱们的，哎，俺这不，我叫。听着马季的。 바로 써주죠. 싸게 하달래. 오야, 들어가 대주시라고. 다 구성고 얘네 마고, 더 나고도 줘. 아, 와, 나서 없어. 오야. 알아대 뭐라 수통래 알아 니의 동비 하루 사지 육삼아 총이 알아 수통세 아 육삼 야 그래 잡아 저 로주지 인고 난 마누라 로드가 라마 가서 다 저 로드 치시고 야야 那就马走了嗦，俺等那两个得走，差不多你去看吧去。呀，哎，马走了，就工程去过。呀呀，两个车走了。车抓不动了。那个车把马不动啊，他前头那走到前面去过了。呀呀，难道要把人家车走那走路不走不走不走了？啊，对啊，那个东西嘞，俺们走，来。呀呀，咱俩走就过。好。呀呀呀。 俺就是说，好呀，上车去吧，好呀，上车。好呀，坐上去。好嘞，哥。没等着，不了，那么远不等着去下去。